好，我们今天要学一下低音的 E 还有 D 咯。低音的 E 怎么按呢？你先帮我按一个低音的 G， 三年级学过了 ，OK， 低音的 G。若是你忘记怎么按呢，请回去上看找一下三年级上学期的木桶笛教学的影片就有了。好 ，G 再按，帮我多加两只手指头上来。OK， 按好，确定每个后面也按了，确定没有漏口气以后呢，就是一，我们吹一次，四个，听一次。好，有些同学会吹出这种声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太用力了。我们孔越按着越多的时候呢，你吹的气要开始慢慢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因为呢，你那么多空气进来，它可以释放出去的孔变少，那所有的声音就会，所有的气就从这个孔跟这里跑出来，然后就炸开了，太多气了。OK， 所以我就稍微少一点点力量，少一点气就好。哎呦，你看，一用力就吹穿了，用力一点。OK， 继续去找一下。好，再来另外一个，按着 E 以后呢 ，D 在哪里呢？就在五条线正贴着五条最上面一条线贴着它的，就是按 E， 然后帮我多加个无名指上去。Yes， 这个就是 D。按好，注意这边有两个孔，一两个孔就要按着它了。好，没有，感受一下，哎，有没有按好？哎，有 ，OK， 好，有按好了。然后呢，要吹四个，先贴着。哎，我刚开始第一口就稍微多了一点点气，就有点吹穿了。那我再修正一下，少一点气哦。哇，完美，再次。OK， 低吹四个。OK， 吹四个以后呢，我们现在看两个低，两个一，试一试，准备一、二、一 ，Go。好，在下面呢有两个范例，我们要开始练习一下圆滑线怎么吹的。圆滑线呢，只有第一个音我们要运舌，就是吐舌以后呢，后面一个音就正常的吹下去，一口气吹下去，这样就会变这样。我先吹一次，没有圆滑线的是这样子，一、二，每个音是哒哒哒哒哒，每个音是断开，断断断断断断断开。好，我现在加了圆滑线，变成一、二。有没有哒哒啦哒连着？哒哒哒哒哒哒，有没有？我一口气哒哒，一口气就按下去，一口气的时候，然后注意哦，按的时候一样快，不然会变这样。哒哒哒哒，很准，对哦，所以要快，很准，唰下去。好，第二单元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吹的 Amazing Grace， 第一句呢，注意它是弱起拍，它不是在第一拍起来，所以它是在第三拍，所以我们先数一、二，然后就要吹了，所以准备一、二。第一句吹一次，一、二、go。再次慢点，一、二。第二句哦，前面是一样的，一、二。在第三段稍微难一点点了 ，OK。好，这边稍微难一点点哦，一、二。这边先一句，再一次，一、二。
不行的话我们再放慢一点点，一二，好，可以的话我们就把整段跟后面连在一起的，一OK， 好，再来下面一段呢，又是前面是一样的东西了。